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piral。还没订阅的你，还不赶快订阅频道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吗？这样很容易错过下一部 Spiral 的精彩视频耶！还不快来订一下？好啦，嘴炮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带来的是《边缘禁地3》的一拳超人彩蛋。这要感谢网友宣物的提问，不然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雷。进入雷克特拉城后，往地下道进行。 走到这边往右转，就会抵达影片中一堆开关的地方喽。接着照着我的方法去开吧，我很废，研究很久还是没有办法一次开，所以抱歉啦。照我的方法先失败一次就可以陆续打开喽。欢迎大神来下方留言提供方法喽。接着全部打开后，一拳超人就会出来啦，然后。 被猫到就死了。No God, please no！ 好啦，看我再去打一次吧。哈哈哈！喷了一把金枪，这把金枪叫单泵笨蛋，一把霰弹枪，但很奇特的是射出来是一道光，没有分散。 顺带一提，50%几率不会换子弹与消耗子弹，所以运气好就可以一直疯狂的连喷啦。这里就没录影给大家看实战了，有机会我到下个模式打到再给大家看吧。好了，我是 Spiral， 支持我吧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支持鼓一下我吧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